Hello， 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这新闻呢是在国内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宫庙了哈，就有一个跳童的，然后呢施法什么之类的帮人治病，然后他治病的方法非常的特别，就是呢在他的舌头上割一刀，然后呢流出血，然后呢去舌吻那个信徒然后说是帮他治病啊，嘴对嘴，好 ，OK。So 本来呢，这个是属于宗教的东西哈，我也不好评论太多啊 ，OK。就好像很多人有自己的宗教然后宗教之间要彼此互相尊重OK， 不可以讲衰人家什么之类的。但是今天我要以一个牙医的角度，以一个非常医学、非常科学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一件事情我不批评任何宗教性质的东西，我纯粹是批评这个用刀割舌头流血，然后呢嘴对嘴去亲其他人这一个动作呢可以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我告诉您 OK， 首先我告诉你啦，在传染病当中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播的方式啦最可怕最可怕的传播方式呢就是空气传染就比如说已经消失了百多年的那个天花为什么天花这么恐怖？因为天花可以空气传染，因为它的病毒非常非常的小，小到可以在空气中飘真的比如讲那一个人有天花的站很远，你在他对面很远那个空气可以把那个病毒飘过来这里OK， 空气传染是最可怕的然后呢比空气传染稍微没有这么可怕的就是这个飞沫传染OK。飞沫传染呢就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这个 COVID-19 就是这个飞沫传染，就是它的病毒没有像天花这么小，比较大一点点就是呢你如果是咳嗽还是打喷嚏里面的那些口水飞出来呢可能可以散到比较靠近的距离了以前我们的这个social distance 是多少1米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咯一米的之内呢可以动到你然后呢就可以传染给别人了 okay， 这就是飞沫传染然后在第一级的传染呢就是通过这个唾液传染唾液传染其实跟飞沫一样啦就是呢别人的口水然后呢进到去你的嘴巴然后呢进入你的食道还是呼吸道然后你就被感染了 okay。Okay， 然后还有一种是血液感染，血液感染就比如说是像艾滋病这样，就是血液感染，就是你身上有伤口什么，然后人家的血进到你的血里面，然后就是中到这个血液感染了。OK， so 各种各样感染的方式了哈。OK， so 如果我们讲回去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课题，他在他舌头上割一刀流血，然后呢跟人家嘴对嘴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传染的方式有几种重要呢 OK， 首先第一种就是这个唾液的感染是肯定跑不掉的咯 OK， 你从别人的唾液跑去另外一个人的唾液肯定跑不掉的咯 OK， 所以还有第二种血液感染也是可能的OK， 他讲他割了他舌头一刀他血已经出来了嘛 OK， 血里面所有的病毒细菌都肯定是出来了吧然后就要看被他亲的那个人他的嘴巴里面有没有破洞还是伤口我们时常这个嘴巴会有那种溃疡会有个破洞的嘛如果你刚好你嘴巴有个溃疡或者是你刚好你咬到有一个伤口还是给一个鱼骨刺到有一个小伤口任何的缺口都好了这样如果他的血里面有什么病毒细菌的话他也可以达成这个血液感染从伤口进入你的血液里面OK， 所以我以非常科学跟医学的角度跟大家解释了这样的动作呢有这两种风险唾液感染是妥妥的了 OK， 然后呢血液感染的可能性也是蛮高一下的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要看这一个跳童的这位
他身上有没有传染病哦？如果有的话，就恭喜发财了，是不是？啊 ，OK， 啊，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做法了啊 ，OK， 但是我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跳童的啊，也时常会有一种动作，就是他喝黑狗啊 ，OK， 然后他喝黑狗啊，他喝了一口过后啊，然后他就叫信徒来，你也来喝一口，啊。这些是比较温和的做法，没有这样极端的做法。但是大家刚才还记得我讲的这个唾液感染吗？啊，其实也是妥妥的唾液感染。OK， 啊，你喝过的黑狗上面全部你的口水，什么病毒细菌都在里面了。好，然后你第二个人再喝下去，你也是照样中了。好 ，OK， 啊 ，COVID-19 时期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一家人中了完哈。OK， 所以呢，我不想批评任何宗教性的东西，但是呢，针对这些医学跟科学的东西呢，我身为一个牙医，身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是有必要了啊，点出来这一些东西了。我也希望相关这些宗教业者可以注意这一点呐，其实要稍微的相信一下科学跟医学了，就算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就是你喝过的黑狗给人家喝，这样这个也不应该啊。更莫说是你要用刀割舌头流血，然后去亲人家的嘴巴，这个根本我想都不敢想啊，那个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了啊。OK， 所以以上这几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以后懂得应该要怎样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了。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